父皇，儿臣真的怕蛇，您这下旨让儿臣取蛇胆，太为难儿臣了。太医院没有办法取蛇胆，你总得一起帮忙想办法吧。那您可以派人来请教我啊，何必下旨？本来你就应该自己进宫给朕想办法，现在逼得朕下旨请你进宫，你才愿意进宫。朕说你们夫妻俩是不是太过恃宠而骄了？什么恃宠而骄？父皇最疼的可是三哥三嫂，要说是恃宠而骄，那也是他们，不是我们。够了，朕现在让你想办法，你就得照办。怎么，你还敢抗旨？儿臣不敢。父皇，威儿怕蛇，您别为难他。儿臣来取蛇胆吧，大不了儿臣中毒，一命抵一命，救三哥。王爷，你要是出事了，臣妾怎么办？父皇果然最疼的还是三哥。王爷不要冒险，取蛇胆还是臣妾来吧。夫妻两个像是戏精合体，北武帝发现是不能凶他们，一凶就不干，他只好声音放低。没有让你们以身犯险，是让你们想办法。可是儿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沈侯爷足智多谋，不如您来想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是啊，晋侯爷经常为父皇分忧，想必有更好的办法。本侯又不是大夫，怎么解毒救人本侯岂能知道？提出蛇胆做药引的是烈王妃，本侯还以为烈王妃有什么好办法。哼，本王妃提出蛇胆做药引，现在药爷也找到了，有药引，我只管调制解药救人，至于怎么取蛇胆，本妃实在无能为力。那就要想办法，一句话推脱就能解决了吗？那是你们的事，什么都要本妃来做，那要你们做什么？你，别吵了，一起想办法，看怎么取蛇胆。不如张榜公布，以黄金万两，找能人异士来取蛇胆。王爷言之有理，这个主意不错。这样要到猴年马月，安王怕是等不了。解毒丹虽然不能解毒，但可以压制这个毒。沈侯爷放心，有本王妃在，就可以保安王一口气吊着不会死。那就用这个办法，你要确保安王没事，